台风天都这样子了，冠老板还硬要拍。冠老板今天台风没办法，餐厅早就订好了，结果台风就来了，我也不是我愿意的。对，我们总是不能浪费人家的预约吧？那可以加钱吗？加钱当然加了，不然我会被劳工局罚。今天是吃我们经典酒店12楼的伯利厅哦，1500块一个人的这个buffet的餐厅，这个预算有点高啊，希望今天能够有好的体验。走，潘盘先生与冠老板友情提醒：先点追踪后点赞。餐餐buffet美食美酒，吃不胖。提供停车位，但开大车的人不好停。第一次来吃经典酒店的吃到饱，有什么建议吗？今天带大家美食八步骤。哪八步啊？第一步就是我建议大家刚开餐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所有的餐区全部慢慢看过一次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先去排队，去看说什么餐点是你喜欢的，什么食材是你觉得今天想要尝试的。第二步呢，老板？刚海巡完，心底有个底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喜好，就是我如果有没有看过或者是很少吃到的料理，我一定会把它安排在我今天的整个体验的流程里头。那当然，我自己本身是结合这三者啦。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我第一次到一间吃到饱，我会想要多吃几种菜色，所以我在拿的分量的时候会以少量多样为原则。第三步就是当然先从热食区开始拿，因为这些料理刚出炉的时候一定是最好吃的，所以你不要等它放凉。不要问我鳗鱼在哪里，经典三大谜题之一。这一轮来吃一点鱼好了，清蒸鲜鱼排。我刚刚问师傅说它是什么鱼，师傅跟我说它是算鲶鱼啦，鲶鱼的一种，所以这不是什么高价位的食材，所以不要拿太多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土烧鳗什锦饭，好，看来比我们专业的人已经把它拿完了。好，这个都再来一只吧。黑胡椒猪腿。今天的原则是每一样都吃一点。青鱼总是要的吧？青鱼便宜的鱼啊，而且很常吃，这个不要。讲完了一整圈，你都不要。来，我习惯先吃一个原味。做那个
肉蛮鲜甜的，吃原味我也觉得可以。来，比上次 A 五级和牛还要鲜甜吗？不能比啦，肉片比牛排这样子不好。而且上次不是吃 A 五，上次是吃 M 九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吃猪肋排用刀叉？是拿用手拿的比较豪迈一点，肋排嘛，美式吃法。哎，观众先吃，就是吃猪肋排是希望咬下去，它那个油水会一起喷出来的那种口感，那是我最喜欢的。等那个要刚烤好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觉。这个是另外一个猪腿排的样子哦，它是黑胡椒口味的，然后肋排有点照烧 barbecue 的感觉，黑胡椒比较台式的口味，试试看。这个比起肋排，它的肉的含量比例比较高，嫩吗？这个比肋排嫩，嗯。我自己如果这两个比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肉感更多。哎，老板你在干嘛？哎，吃肉配蒜头啊！吃肉配蒜头。搭吗？啊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第四步原则上就是去吃它现煮区的料理，像这里就可以吃现煮的牛排、天使龙虾，这个料理一定是体验最好的。对，两次都是扑空，悲剧啊。不要想不开啊！你试的是什么？是毒吗？这个是他们牛排搭配的盐，来试试看有什么味道不太一样。这个黑黑的感觉起来如何？我的舌头实在尝不太出来，其实都有些微差异啊，但是你很难用文字去描述它的差异。比较明显的差异是黑盐是粗盐啊，它比较有口感。先来一块薄的，我还是先试一下原味。哦，这比那个切的好吃很多。因为它现煎的有那个梅纳反应，多一盆焦香味，然后搭配一下盐，那就这个好吃。值得排一下、啊，直接沾爆吗？对，你只要跟那个柜台那边，如果盘子里头空了，你跟他说你要牛排，他就会马上捐给你。等个三五分钟，这值得等待。哦，排了两次的红虾都拿不到，终于拿到了。哎呦，这给的这个 size 比较大哦，你看，跟我的可能差不多、哦，跟你的什么一样差不多，讲清楚哦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看起来是比想时间长的更大只。它这个尺寸比较大，但是很可惜，我觉得它刻意在控管时间、出餐量、控管成本。如果它一直做、一直做的话，应该会很多人要。老板、哎，你要再一次展现剥虾的智慧了吗？哎呀，不要，我用我最原始的方式剥虾，但我的剥虾方式可能拍起来有点难看。把鲜虾虾头咬下来吸一吸，不过说实在也没有很好剥、欸，很黏肉，非常黏。虽然它壳很难剥，但是它的。味道跟肉算是新鲜的，虽然这种红虾都是冷冻过来，红虾最令人诟病的就是不够新鲜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壳特别低，他们这一只不会，但是壳超级难剥，肉都黏在壳上。哎，红虾蛮不错的，甜味不错，没什么腥味，但是水分有点少，有点可惜，它可以不要煎那么久。刚刚自己动手做的炸串，但是今天因为人比较少了，所以他们店家直接帮我们服务了。好，我们先从应该是鸡肉好来开始吃。这个看起来像是炸花枝丸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花枝丸、啊。谁家的鸡肉这么给的这么大方？哦，鸡肉只有一块哎、欸。啊，嗯，啊，声音好酥哦。嗯，应该是面包粉跟面衣一起下去炸。面包粉很细致，对，口感非常酥脆。它的炸串因为要动手做，所以其实没什么人在排队。但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非常好吃，比起我们那种放在那边已经炸好的天妇罗，它的面衣真的是超强。建议有时间可以来炸个几串自己爽。那比起那个自己在桌上炸到爽那一种呢？欸、我觉得我们要找一集去拍那个炸串吃到饱了，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更爽。因为这个价位哇，1300多块，只来吃炸串，有一点美额啊，对不对？
啊，可以啊，冠老板什么不多，不是财富自由钱最多吗？财富自由也要省着花，好不好？花老板的钱我不心疼啊，你不心疼我疼啊。又不是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有点饱，我会建议可以去拿一些中间的这个像冷食区啊、生鱼片啊、开胃菜这种反过来吃，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时间放久了而变得不好吃。今年的生鱼片有个特色是它你现点它现切，所以有个好处是厚度可以自由指定。肥厚的鲑鱼啊，我就是喜欢吃厚的。还有我的那个鲱鱼也特别厚，待会应该会有很棒的口感。鲑鱼我蛮喜欢吃厚切的口感，这么厚爽吗？很爽。还喜欢吃这个泥性啊，鲱鱼软加上这个青鱼的生鱼片，这个软的口感比较没那么扎实，差了一点。在第六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通常在七分饱了啦，我这时候一定会把胃空出来给一点甜点。那今天我看这里的特色是它的刨冰，芒果刨冰，所以待会我就会开始从芒果冰开始吃。老板，吃饱费，你还吃芒果冰赔钱货吗？有时候就，你就随心所欲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个贵的都吃到了，都来吃一点平时没得吃的东西，自己在家也又没有机会吃芒果冰，要吃多少拿多少，你拿这样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芒果自由啊。焦糖布雷好吃是好吃，就是跟我昨天的差不多。小泡芙表现不错，有两种口味可以吃。布朗尼也相当好吃，提拉米苏还不错。法式甜点偏干，但是香气很足。阿根达斯基本上都是千元buffet标配的。第七步，这个时候呢，大概八九分饱的时候，我会留一分的空间呢，去吃一些之前没有体验过的。今天在今年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料理，叫做
榴莲披萨。老板，你不是很爱吃榴莲吗？可是现在感觉好像刚出炉哎、欸，榴莲刚出炉吗？对对对，啊，刚出炉先拿。哇，这个太强了！哎呦，很稀啊！当我吃到七八分饱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去尝试一些我平时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来去延展我体验的感觉。榴莲披萨，我和老板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嗯，我个人榴莲味真的有点重，来试试看啊！我其实一直试着尝试找到跟榴莲合拍的时候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。我觉得榴莲披萨可以耶，是合拍的吗？就是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吃起司的嘛，然后起司咸咸甜甜的，然后跟那个榴莲的那个风味，我觉得它算是把榴莲的味道有点压掉一半，那淡淡的那个味道蛮适合搭披萨一起吃的。所以你以后吃披萨就只能吃榴莲的。没有，那个榴莲在披萨上我可能会吃，但榴莲本人可能不太吃。以后你的披萨上面都会有榴莲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老板，最重要的第八点是什么？哦，其实每个人你能吃到的食物的分量大概就是一公斤到1.2公斤。我还是会拿贵的、喜欢的跟我想尝试的这三个，去以今天的体验为最重要的三个重点。今天帮大家做个总结哦，今年酒店啊，自助百味吃到饱，重点我认为是它的猪板腱排跟肋排都很棒。喜欢吃肉棒的感觉，你要拿猪板腱肉啊；如果喜欢干一点，那猪肋排是你的好选择。肉棒，嗯，猪肉棒。然后再来呢，我推荐这种现做的料理，所以第一个它现煎的牛排跟它现煎的红虾一定要拿。那牛排比较容易等，但红虾酒店这边它实在是控管的有点那个节奏刻意放很慢啦，因为它其实红虾蛮大只的，很新鲜，完全没有腥味，所以建议吃一轮到两轮就好，因为那个要排的时间实在太长。再来呢是他们这里蛮特别的，那个天妇罗和炸串可以自己动手做，那人少的时候呢他会帮你炸，这好处是东西吃的时候就是现炸出来，酱可以自己调，非常美味，口感非常好。在今天有点特色的就是它的榴莲披萨，可是建议啦，因为榴莲味真的很重，它应该是用新鲜的榴莲果泥下去烤的。你同桌如果有不敢吃榴莲的，建议你不要拿，因为我隔壁的几位伙伴们，他们都觉得味道很重。最后就是他们有串冰这个系列，串冰就只有提供一种料，芒果，所以芒果就把它加好、加满、加爆，然后再淋上大量的炼乳、黑糖水跟芒果酱。不用顾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吗？榴莲才需要啦，芒果应该看不到吧？好，今天刚刚好参加到这个今天酒店的快筛买一送一的活动，我们总共是4个人来吃啦。那一个人平均正常的时间是要1536的价格，那今天买一送一就是5折，所以大概是这个700多。那其实如果你平时自己也来吃午餐，1500块这个价位来享用这个buffet，我自己是觉得找了一些比较突出的菜色，就是不管是价格也好，稀有度也好，它算是一个表现的算中规中矩的buffet，但是以这个价位来讲 ，CP 值真的不高。想吃就收藏起来，放进你的美食笔记本，也不要忘记追踪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